自从1999年设立以来，通过持续的有机农食品研究开发，全炯光代表于2013年当选为韩国农林水产食品部指定的新知识农业人。Hanulbit 成为有望中小企业。每年促进世界梦想分享竞赛，支援编织梦想的人们的 Hanulbit 负责客户的梦想和健康，乃至支援梦想的企业。即使在现在这一瞬间，在 Hanulbit 歌手、茶店、诗人、 CEO 等各种梦想正在孕育生长。Hanulbit 产品用韩国的名山基隆山深入的100米地下岩盘水和有机农农产物制成。企业附属研究所不懈的努力研究和开发更好的产品，更健康的产品。这样生产的产品包括解毒饮料，如有机农蔬菜汤和美味蔬菜汤，乳化剂、消泡剂，用无合成香料的豆渣研磨制成的有机农豆奶。特别是 Hanulbit 的有机蔬菜汤是日本的生物学博士历史科30年前开发的，具有治愈癌等疾病的效果，以及强化免疫力、防止皮肤老化等各种卓越的效能，被许多人称为神奇蔬菜汤。目前该有机农蔬菜汤在全国的盛唐的乌里农、 SK 集团购物网等各种有机农店销售。韩萨林有机农店以有机蔬菜叶这个名称，每月销售6500箱以上。有机农豆奶也在全国保有350多个有机农店的草绿村，每月销售2000箱以上，还以木工以内齐心共同体等销售。减少腹部肌肉，治愈慢性便秘，增强皮肤弹力，增强免疫力，预防儿童感冒等，治愈过敏、鼻炎和过敏性疾病。停止服用8年期间因高血压服用的血压药，治愈慢性胃肠疾病，治愈癌病，促使黑发滋生。获得显著疗效的人写信发来自己的体验效果，令人无法相信的好像电影连续剧一样的故事。这些全都是因为 Hanulbit 独有的特别的制造方式。我们相信通过祈祷、思考、文章、语言和行动，可以变换成更好的物质。我们坚信只要不懈的齐心努力制造，不仅可以拯救生命，而且可以恢复健康。经过2年的30多次的米饭试验就是证据。 Hanulbit 的生产从凌晨4点的凌晨祈祷开始，根据生产过程读取槽上贴着的名称、祈祷、文章、声音的波动，传递至产品。早上9点，产品生产前，全体职员不分宗教信仰集合齐心祈祷，在生产槽上贴上健康、和平、诚实、梦想等乐观名称，使乐观的波动传递至食品。未完成的产品播放舒缓的冥想音乐，通过祈祷、思考、文章、语言和行动，使健康的气运渗入产品。这是 Hanulbit 独有的特别加工法。为了客户的梦想和健康，今天 Hanulbit 也在祈祷。